热巴每一次出席活动，走红毯时穿的礼服都非常漂亮，本来身材就那么好，搭配上精美的礼服，更是美到无法用语言形容了。今日出席活动的她穿着一袭天蓝色长裙，妥妥的人鱼公主了呢。出现的那一刻真的太惊艳了，周身散发着优雅的气质，而且因为她的个子高，所以在她走到青木板的时候，上面虽然有不少的名字了，特别是中间靠上清明时最容易够得到的地方已经有许多的签名了，但是依旧不影响热巴找到一片空白的位置。因为他的个子高，手臂更是很长，所以轻松的一抬胳膊就够到了所有签名之前的一片空白，占据了身高优势的热巴就相当轻松的签下了自己的名字，没有重叠到别人的签名，更是把自己的名字签在了醒目的位置。细心的网友也发现热巴签名的位置放眼看签名板几乎是没有和他差不多高度的，因为够不到，也只有热巴这样腿长个高臂长的女神才有这样的霸气，可以毫无压力的签到那么靠上的位置。